生活中不是每一个女人都是天生的公主，但我们都有成为女王的权利。这个世界就是物竞天择，适者生存，没有达不成的目标，只有做不成事的人。在职场中就应该像柯南那样，有一种我到哪儿就让别人死到哪儿的霸气。是的，我的世界没有 no can 这个词，我要的只是结果，人称终结者，一切问题到我这里必须终结。你是早上起来喝了地沟油，还是头被门给挤了呀？是不是给你换个脑袋才能把事做好？我求您再给我一次机会。给你害死我的机会吗？滚，你被开除了。我样样不能输，何况男朋友。叶开开19岁，却已然是集歌舞影于一体的三栖明星。他还对我言听计从，宠爱有加，小鸟依人。小开开，是他，是他勾引的我，他勾引的我。我让你胡说，明明是你斗地主欠了250，不想还需要肉偿的。不是不是，宝宝，你听我说，你听我说，是他设的局，是他，宝宝他陷害的我，宝宝你要相信我，宝宝，宝宝。是啊，是我陷害的你。苍蝇不叮无缝的蛋，我跑到你家来陷害你18次。不是宝宝，宝宝你听我解释。不是，原谅我这18次，我今生今世为你做牛做马。喂，熊花花死了。宝宝，宝宝，你要相信我，宝宝，宝宝。滚！主人您好，我是008。008，用自己的左手抠自己的右边鼻孔。用自己的右手抠自己的左边耳朵。打个喷嚏。主人，难道你就不能发出一些高级指令吗？你是在质疑我的智商吗？是鄙视，十分鄙视。看来你已经进化得非常完善，竟然学会了鄙视。我已经不需要再调试你了。 Boss， 请不要关闭我，我收回鄙视你的话。你是天下第一帅的美男子，对我发出天下第一帅的。天下第一帅应该是天下第一美貌与智慧并存的美男子才对。是不是每一个人都要亲自受伤才会学着聪明坚强？人们常说江诗晨，你害死了油花花，你被开除了。妈妈，我好想你啊。
喜您，您是我们唯一抽中的手机号码，您将获得我们还在调试阶段刚刚出炉的机器人试用机会。嗨，我是你的专属机器人，代号008，你也可以叫我耀发发。只要你拥有我，从此我活是你的人，死是你的鬼。你叫我往东，我不会往西；你叫我去南非，我不会去北美。谁要是敢多看你一眼，我就把他剁成渣渣。这么嚣张啊！点我吧，点我吧，点我吧！只要轻轻一点，你就可以拥有我，么么哒！人家求你啦，小主啊，求收养，求暖床，求带走嘛！您的订单已经确认，明天我将会到您家为您服务。在家坐等机器人，重返女王巅峰。008，到了新主人家，一定要好好听话。虽然你是最智能的机器人，但是也不能太任性。喂，我们这是阿尔萨科技宇宙无线工作。你们答应我几点钟给我送的？现在几点了？啊？你谁呀？你们是死了还是投胎去了呀？给我送外星去了吗？哦。我不好，我要投诉，投诉你们有失信誉，我要投诉到你们关门大吉。再墨迹公司就完了，赶紧把008给他送过去吧。好，那咱们赶快去吧。你俩可一定要小心啊，这可是我的处女座。那女的说要投诉我们，说你还没把机器人送到，难道你想让我们这欠一屁股债的公司彻底倒闭吗？倒闭了你就一辈子守着你的处女座吧。我的处女座。冷静，客户第一，我们还要送货上门呢。哪儿还有货？那你把我送去得了。为了公司的荣誉，为了公司的希望。我？为什么是我呀？因为008是按照你的样子做的。为了我儿时的梦想，为了公司的利益，我就是008。没错，我就008，我就是008，我就是008。
不催不懒。您好，我就是您订购的阿尔特宇宙科技无限公司的智能机器人，代号008。008？是的，主人，我就是008。你说你是机器人？是的。你自己来的吗？是的。你怎么来的？打的。不对不对，我得给你们公司打个电话。哪有让机器人自己跑来的？怎么着得找工作人员送吧。不用了，主人，您打也是机器人接。我们公司从前台到厨卫已全面实现机器人智能化，岂止是到您家，就算是到珠穆朗玛峰也是分分钟的事，这就叫物有所值。那进来吧。好真实啊。你什么都知道吗？不敢说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载，也是上知天文下知地理。那我可要考考你咯，如果你要是答不上来的话，我就退货。请别退货。我问你，98765乘以12345等于多少？你看你，我就知道你答不上来，你个山寨货。退货了，退货。其实我有个开关没打开，在左脚下面。啊，真的？哎，抬脚啊。喂，哪有啊？开关已经打开了，是触控式的。谁呀？是富豪的电话。真的吗？是的。那我问你，98765乘以12345等于多少？98765乘以12345等于多少？等于12192539251，等于12192539251，等于12192539251。居然对了。那我再问你一个，上帝是如何开启宇宙的呢？正好那个几本书。上帝是如何开启宇宙的？我问你呢。宇宙的原理是？一种是以仁则原理来解释的，叫做紊乱边界条件的宇宙起源。另一种，他认为宇宙在开始的一瞬间是以加速膨胀，在远小于一秒的时间里，宇宙的半径增加了100万亿亿亿倍。真的？是的。那阿凡提的毛驴叫什么名字啊？阿凡提的毛驴叫什么名字？这都什么问题呀？阿凡提的毛驴叫啥？
拒绝回答，查无此人。查无此人，拒绝回答。我随便问的，还有这种答案？嗯，不错。就是皮肤有点糙，这样才爷们。哼，现在流行小鲜肉好吗？我会向公司建议，生产下一批机器人时参考小鲜肉。最好是鲜到舔屏的那种。零零八，从现在开始，我就是你的主人，以后你要叫我女王。是主人，是女王，是女王。女王宣布，从今天起，你就是我的独家专宠，全世界只有我可以召唤你、欺负你、鞭挞你。而你的答案只有一个，谢主隆恩。谢主隆恩。这儿打扫一下。这还是我家吗？我坐哪儿啊？这当然是你家，坐这里。瞬间感觉比七星还七星，我不过让你随便把这搞一搞，怎么变成这样了？难道干净整洁些不好吗？难道你不知道家应该让人很放松吗？我现在感觉像到了别人家一样。可是科学。闭嘴，谁是主人？你，女王。赶快恢复了。这快点啊。等一下，你还没有名字呢吧？我的名字叫零零八。还飞行器呢，这算什么名字？我现在是你的主人，你的名字应该彰显出我的高贵气质。我的强迫紧张完美神经症又犯了。Hardy， 高贵，坚强。Hardy， 今天女王就赐你这个神圣之名 ，Hardy。你一定要像这个名字一样勇敢坚强，切不可以做那种鸡鸣狗盗之事，玷污你女王我一生的英名。是，谢谢女王，哈蒂明白。这仿真度还挺高的呀，难怪现在的充气娃娃都是必杀神器呀。这个女人又在想什么花样呢？这样的机器人买到就是赚到，我这么一转手，有多少我就卖多少。完了完了，这什么情况？
如果要是万一……不行，我坚决不出卖色相。士可杀不可辱，要是他真的要我也就从我也就从了他这一回吧。那你们公司你这样的机器人还有多少呢？有多少我要多少，有多少要多少。我们阿尔特宇宙科技无限公司市场广阔，产品遍布全世界。喂，慢慢来嘛，我们这边有清水鸭、淡水鸭、盐水鸭、五灵鸭、张茶鸭、重口鸭、江南鸭，就连那个巴西鸭还有非洲刚果鸭都应有尽有。每天呢一种鸭，年头来年尾走，谁都不想溜。我不想当机器人了，保命要紧，我要逃跑。哎，难道我是透明的吗？好歹我也是个男人呐！啊，不对，我是机器人，机器人，一定要默念一百遍。哎呀，我是机器人。干嘛呢？机器人也念经啊？来。机器人也放屁啊。啊，拉肚子了。哼，怎么机器人也拉肚子呀？傻吗，设计师？喂，我现在啊，被他成为了暴徒拉伊，马上就被你刚过了。你们修的怎么样了？其实吧，刚过的乡亲也挺好相处的。你就安心的去吧。他在敲门，他来找我了，我该怎么办？找你有事，你赶快滚出来。我还没有好。你一个破机器人，磨磨唧唧的干什么？赶紧给我滚出来。喂，我投诉你啊，你再不出来我投诉了。就没吃过这么大餐了。这回是
饿了。哦。接口在哪儿啊？什么接头？你不充电的吗？啊！我不充电。那你靠什么补充能量啊？我吃这个，这个可以转化成生物电能。啊？没错，我就是世界上乃至宇宙上最伟大的智能机器人，所以我可以像正常人一样。啊，我以为是一锤子买卖。这么看来，又得给你吃饭，还得买衣服，还得买鞋，你这根本就是无底线嘛。对不起，主人，我会减肥的。哎，我说，你能不能像电影里面安德鲁和查派那样，无所不能，善解人意，又可以为我打抱不平，还可以帮我在工作上面解决一些小问题。是，让我想想。主人，请先用餐。拜拜。哎，说我是金毛，是他们太无聊了。作为一个失败者，我已经算是挺成功的了吧？我呢，现在就像过街老鼠一样，忍忍憨打。也不是的。喂，你到底知道不知道我是谁啊？你是我的女王大人。我呢，就是逼死女员工跳楼的那个终结者。怎么怕了？我呢，一夜之间就成为了全世界的靶子。我就不明白了，有些人连骂几句都会跳楼，不就是该死的劣等生物吗？我
我真是倒了血霉，碰上了这么软弱的员工。我不同意。女王大人，每个人生命的姿态都不同，有的人已经绽放，有的人含苞待放，有的人还未开放，可生命的权利是一样的。唉，无聊的设计师竟然还植入了哲学系统。面对这样一个网上盛传的冷血终结者，我终于知道那个可怜的女孩为什么要跳楼了。天天被这么鄙视个凌辱，简直是进了狼窝虎穴呀！换我，我也要跳。不行，虽然信誉很重要，可是生命价更高，我要逃跑。干嘛呢？98 99 100。运动使我快乐。你要逃跑呢？怎么可能？我们公司是有契约精神的。哼，我觉得也是没可能。你要是敢逃跑，我就告你们公司告到倒闭。那，你的工作时间表，几点该做什么，上面都写好了，省得以后再跟你啰嗦。下午3点做家务，4点给车保养，4:50给花剪枝，9点夜宵，13点下午茶准备，23点鞋子保养，什么？还有26小时给电脑重装系统，还有按摩无名脚趾的力度，转圈的方向要向右不能向左，小指要向上45度，要整好48秒，不许多一秒，不许少一秒。头发保养的时候要16克发膜，不能多一克，也不能少一克。上帝呀、啊，玉皇大帝呀、啊，各路神仙救救小鬼阿姨呀、啊！你们谁能帮帮我？这样的日子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啊？
又发疯了。喂，你俩这两天跑到哪儿去了？零零八到底希望了没有？好消息，好消息！我们又从垃圾堆里捡了几样重组零零八的重要零件，零零八很快就能重启了。你们两个要是再去跑零零八，我就要被他玩死了。副总，你可是我们阿尔特宇宙科技无限公司的顶梁柱啊，你千万不能死啊！公司还有一屁股外债等着。哎，不对。老傅啊，你必须要尽职，哪怕是看完我们的伟大成果之后再死也不迟啊。是是是。你们两个会说真话吗？就算是我死了，我也要带上你们俩。再这样下去，我就要被他熬成老干妈了。我江诗晨是挖了你们祖坟，还是偷了你们家爷爷，让你们这样骂我？你们才该死呢！你们偷偷的给我死去！最新款，挺贵的。这个世界为什么这么不公平？在你好的时候，所有人都来占你的便宜；在你不好的时候，所有人都来落井下石。他们不说话，没人拿他们当哑巴。他们认识我是谁吗？就说我是一个十恶不赦的女人。他们甚至连我妈妈也一起骂。他们知道我妈妈死了多少年了吗？刚开始我只是心疼无辜的电脑，可现在我就忽然觉得江诗晨其实很可怜。他有病，有公主病、狂躁病、抑郁病、臆想分裂病，还有很多我不知道的病。他需要的不是一个机器人，而是一个心理医生。你说我是不是全世界最好看、最聪明、最善良、最独一无二的女人？是的，女王大人。那你能给我讲个笑话听吗？从前有两个人去泰山看日出，他们爬到山顶以后，一个人说：我看见了，我真的看见了。这时从草丛里走出来一个人，提着裤子对他们说：你们看见就看见了，嚷什么嚷？我决定了，我要直播。啊！我要让全世界的人都看到我是一个多么有爱心、善良的女人。一会儿你就装那个路边遗失的残障。尼玛，我刚刚适应了机器人的节奏，现在又要装白痴？累死我了，好痛哦。干嘛去啊？上厕所。忍着。来，给本宫按摩一下。我最近
更新了一套36路古法弹腿开背术，您要不要试试？可以啊，来吧。第一式盘龙坐月开双夹，痛很正常啊，第二次就不痛了。第二式扭动乾坤开腰背，痛很正常啊，第三次就不痛了。第三式侧挂双峰开月镜，第四式黑马过林，不行不行，你想谋害本宫啊？主人，我是爱你的，我们继续吧。哎，你别动，你再过来我给你断电。我们这一代智能机器人采用太阳能自循环发电，不存在断电的危险。来吧主人，来吧。你这是要断电还是断子绝孙？幸好我顶得住。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呢，我们要请小弟弟吃大餐哦，是不是爱心爆棚呢？那小弟弟啊，你今天一定要尝尝姐姐的好手艺哦。我们先尝一下胸管牛蛙吧。小心别烫着哦。怎么样，好不好吃？实在是太好吃了。夸得我都不好意思了。我跟你说啊，这个很补的。来，我们再尝一下生滚鱼头。姐姐，为什么都是生吃呢？不懂了吧？只有生滚才能保证食物的营养不被破坏。生滚啊，最营养，最补。快尝尝。我们的直播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明天再见哦。关机没啊？关了。好了没有？累死我了。燕窝，快给我上燕窝。是，你王大人，死婆。
小弟弟呢，每天风餐露宿的，身上起了好多湿疹啊。今天姐姐呢带他来晒晒太阳，给他身上呢消消毒。姐姐对我真是太好了啊。我们的小弟弟是不是走累了呀？不，是我很累。那姐姐帮你按摩一下肩膀吧，来，来，打死他！打死他！摸头去！打死他！摸头！打死他！你以为找个傻子就能洗白？摸头！我们今天就要为民除害，我们打死他！打死他！赶紧过来吧！除害！我现在不仅是个冷血的女魔头，还变成了一个可耻的骗子。对不起，女王大人，是我没有保护好你。跑了这么久，我也饿了。突然好想吃烧烤。这样就可以让蜂蜜的味道完全融入到苹果之中，那味道简直逆天。哇，看来买你我是大大赚到了。怎么可能让我们的女王做赔本买卖呢？女王大人，请慢用。味道简直逆天啊。这应该是我吃过这个世界上最最最最最好吃的 BBQ 了吧。请稍等，还有更好的。你干什么？我决定了，从今天起我要忘掉所有烦恼，不再用手机，也不再上网。在我的世界里有你，我的机器人哈蒂就够了。这就叫有你万事足矣。
说，以后你会不会每天都听我的话，永远以我为中心，心里、嘴里、梦里都是我？会的。说，你可不可以每天喜欢给我做按摩，喂我吃燕窝，陪我玩 cosplay， 扮我的圣诞树，每天都给我惊喜和快乐？可以。说，你如果前面是一个火坑的话，我让你跳，你是跳还是不跳？跳。我怎么会舍得呢，傻瓜。跟上我，跟上我。从哪儿走啊？从这边跳过去。时间不早了，你该起床了。你昨晚就没有吃正餐，这些香蕉牛奶你一定要喝掉，我再帮你剥个鸡蛋。还有，以后你要改掉，吃东西只吃一半就扔掉。这些牛奶即使喝不完，还可以当做香蕉牛奶浴，知道吗？啊？还有，以后晚上睡前不许吃糖，不要吃完饭以后就窝在沙发里，这些坏习惯都要改掉。还有一条，专家建议每天睡眠不要超过24小时，不要太过分，差不多就行了。这条我喜欢。我再去厨房看一下还有什么吃的。啊，不用去了，这已经有很多了。喂，008修好了，你可以脱离那个女魔头了。这么快就修好了？还快？这都多久了？听这口气不是很想回来呀。哎，不是，你是不是被虐上瘾了？不是，我很想回来，要不……行了行了，我们很快就带着008凯旋而来。我是说，要不再等两天呀、啊？
有一个老太太不识字，喜欢听收音机，天气预报每天都听。有一天吃饭时，她问她的家人，局部地区到底在哪？为什么天天下雨？人生啊，第一次有人对我这么好，关心我，懂我，在乎我开心不开心，每天讲笑话给我听，就好像是我的贴身内衣。如果你不是个机器人，该有多好。就那么一瞬间，我差一点坦白，我只能依然假装一个机器人。该吃水果了。吃水果？糖葫芦，喵喵！那真是，难道会让人不知道该买什么好呢？喵喵，小心不要买什么。哥，我喜欢在回家的路上去超市买小饼干。这样就算是特地来这里的阴阳吧。怎么会流鼻血啊？哎，看动画片也会流鼻血吗？怎么会流鼻血吗？是啊，我再也不可能坦然地面对江时辰，因为我已经偷偷地喜欢上了他。又流鼻血了，这些都是凉血的药，你记得按时吃啊。其实我没事，我在想着要不要给你换个血啊。换血？为什么？因为你最近老生病啊，我觉得应该是血出了问题，如果要是跟你换个血，就可以解决这个根本问题了。可是换血需要很多钱。我小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人，他得了很严重的病，最后没有钱给他看病，所以他死了。这个人就是我妈妈。对不起。你呢？虽然只是个机器人，可你太智能了，所以呢，该花的钱啊，还是一定要花的。其实，我不是。不是什么？我不是个机器人呢，我是个人啊。一个男人。我去接个电话。我究竟要怎么坦白啊？如果他知道我不是一个机器人，他会不会原谅我？会不会赶我出去？会不会……叶开开的电话。叶开开。
啊，我没告诉你，我前男友。哦。他想跟我和好。那，你想跟他和好吗？我也不知道。坦白讲啊，跟你在一起的这段日子呢，我真的看清了自己。叶开开说的对，我这个人呢，自私、自大、敏感、多疑、骄傲，还很霸道，还有你说的冷血。表面上呢，我确实是养着他，可实际上呢，我是在践踏他的青春还有尊严。这么一想，他也挺可怜的。原来我还有这种功效。所以呢，我现在想补偿他，你懂的哈。只要你开心就好。哼，漂亮吗？你是最美的，女王大人。那我出去了。这个世界上有两个我，一个假装快乐，一个真心难过。看着江诗晨屈服前男友的约，我的心，我只能这么安慰自己。幸好爱情不是一切，幸好一切都不是爱情。您把已经修好了，特意拿过来给你交换，你也可以脱离苦海了。还愣着干嘛？换呢？换呀。女王大人，你不是？我怀疑他出事了。来之前电话是通的，我们约好了一会儿就见，可现在他的电话关机了。是，我马上来。嗯，要不你们先回去吧，我随后就到。哎，老傅，什么情况啊？吃错药了吧？008咋整啊？扛回去呗。慢点啊，别又摔坏了。你怎么这么快就来了？我碰巧路过。我担心叶凯凯，他那么大一个人会有什么事。我了解他，他绝对不会无故关机的。或许他
陪我去银行。干什么？我要去取50,000块钱。怎么了？究竟怎么了？叶开开被人绑架了，要50,000块钱的赎金，还一定要现金。马上报警。不能报警，万一撕票怎么办？可如果是陷阱呢？你个机器人，你懂什么？我们现在回头还来得及。你再废话就不用跟来了。叶开开呢？搞什么呢你？钱呢？江诗晨就这样赤裸裸地被人羞辱，他们和叶开开定了一个赌约，如果能让江诗晨再义无反顾地拿出50,000块，他就会赢得新金主的100万。我的感情还真值钱的，100万，竟然有人拿100万去赌。是他们无聊而已。世界上竟然有人做面膜的时候比真人还好看呢。就好像披着羊皮的狼。绝对不要给欺骗过你的人第二次欺骗你的机会，不然下场就会像老娘现在这个样子。有的人死都跟我没关系，有的人我愿意为他去死。蓝，这个世界上只有你对我最好，做我永远的哈迪吧。
上了，还不回公司呢？你当机器人当上瘾了吧？你知不知道公司马上就要倒闭了？你到底什么时候回公司？什么时候把零零八送过去？你想的那样，你听我解释行吗？你想要解释什么？好，你给我等着。哎，江世臣，哎，哎，你要干嘛？我要给你整整容啊，顺便我再给你讲一个故事。从前有一个小女孩，有一个非常非常可怜的童年，他总是等啊等，可等来的却全是欺骗。于是他长大以后就发誓，如果谁要是再骗他，他就把他碎尸万段。你真的误会我了，你先把刀放下行吗？你个假机器人，你给我滚，不然我就把你剁成肉酱。我终于结束了悲催的机器人生涯，却不想是以这样的方式。回来了，你还知道回来呀？你什么时候把零零八送回去啊？再不送过去，公司就真的倒闭了。不用送了，再也不用送了。
主人，你终于回来了，我想死你了。你还是修好了。嗯，修复好了。是啊，正如你们看到的一样，一切都过去了。不论是江时辰还是我，或是我和江时辰，江时辰被瞬间冠上了世纪女神、史上最冤领导等各种头衔，原公司更是开出3倍的价格请女神回归。进来，江总，您之前让我查的一家叫阿尔特宇宙科技无限公司有结果了。说，阿尔特宇宙科技无限公司实为一家民间科研组织，曾在自家作坊研究科学发明，产生爆炸事件，后遭居民举报，现被查封。零零八，你知道吗？这世界本来就是一场梦，而我们都是活在梦里的人。梦里的人，而我们这种人最怕的就是梦想照进现实。老大，我看你十分苦恼，不如你再帮我输入一套解梦大全，我帮你解梦。我是真羡慕你啊，没有烦恼，不像我。现在简直就是寸步难行。那你就别有烦恼啊。你懂什么是烦恼吗？不懂。人呐，不读书，不看报，不思考，笨笨的就挺好。零零八，以后你就不用跟着我受苦了。主人，你是要抛弃我吗？哈迪，你知道我在找你吗？哈迪，虽然这个世界上什么都是假的，只有骗子是真的，可是我愿意你骗我一辈子，做我永远的机器人。哈迪，你在哪儿？你不是说过只要我喊一二三你就会出现吗？你不是说最怕我不开心，要永远守在我身边讲笑话给我听吗？哈迪，你在哪儿？哈迪曾说过，人生就像这夕阳，只要坚持，第二天就有新的太阳。可是，那个叫哈迪的你，还会回来吗？